生做一半期，点点做你的记忆，爱你的心也过爱这世。哦，这菜瓜皮哦，呢几工啊无来整理呢，落甲规个船上。我记我细汉时阵啊，我就最爱来这菜瓜皮。迄个时阵哦，感觉菜瓜皮足悬足悬呢。顶面的菜瓜想要搬都搬袂着，啊，不过即马我感觉菜瓜皮足低呢。这表示讲哦，恁拢已经大汉啊，市里的大汉啊，啊，这菜瓜田哦会酸田啊，阮在做市大人的哦，就讲这菜瓜皮同款啊，三十几年来哦，不管是讲安尼，风吹日晒，拢徛在这菜瓜皮下。这菜瓜田啊，呢酸甲到倒位啊，黄甲到倒位啊，阮拢来甲捡哦，好势好势，唔只系生菜瓜。你唔知道菜瓜通好食啊？哎，恁只车底啊吼，安尼吼，自细汉到即阵有菜瓜通好食啊？哦，你是看哦，食菜瓜足简单的，要来只素菜饭的就有啊咧。要有好修行哦，我那就要费淡薄啊心情，才好好啊照顾。啊，那无哦，这菜瓜哦。有当时安尼酸甜啦，酸到规个满满是啦。啊，你无法捡起好势吼，要哪有好的菜瓜通好收啦？哦，你看，像这条啦，这就是无好啊割啦，啊，就给我派去啊你。哪会派去？这个开花结籽的时阵哦，就叫芳顶着啊你。你顶了皮吼，你规个皮吼拢乌去啊，就无法多通哦吸收遐营养啊。有当时啊，规条拢臭香去啦。哎，这菜瓜甜哦。就是跟人同款，人生的路吼是条路路的。有当时啊，若咧遇到困难的时阵哦，凡事讲会去伤害到家己，对不啦？那亲像安尼个喏，这时阵哦，人就要跟菜瓜田同款，继续甲活出去，可以当来开花结籽。每条菜瓜吼，拢是甜还是酸啊？高头。菜瓜就生到高度，你知道嗎？哦，欸，对了，啊，建宏，银行讲要回来，简单，你知道嗎？建宏，搁在公司处理代志，袂当回来啊。安尼好啦，我留在公司处理一寡代志啊。啊，建宏哦，即马当需要人家支持啦。啊，你若回去了吼，拄阿爸甲你讲一下话。你再比如我听听，失志无要紧，吼，还继续拍拼，唔能放弃，还想菜瓜安尼，啊。计小遐尼悬，一次就赚一倍啊！看起来在水果中盘生意，你也真好做啊！哪有好赚？世间哦，无种稳赚不了的啦。啊，做这道呢，眼光逐句来看，予伊准。原产地计小嘛是爱压伊落来啊，成本也低，自然计小就悬啊啦。那像顶一回呢，这柳种伫大出的时阵，伊拢销袂出，咱就爱小小也买几摆哦，暂时也放咧冻。啊，过两个月啊呢，柳丁价钱若好的时阵呢，咱才为档口搁搬出来卖，那呢哦，敢敢赚一倍？这个啊，
是真够做生意呢。原产地遐农民是做到官那老，你安尼粮食啊粮食过只手的，就赚几啊倍啊。但你是你认真写的，你也免做啊。干那靠地价遐做官啊使啊，你就开袂完啊。遐财产看会着，吃袂着，有啥物路用？进前真无简单，拐伫即块地去贷款，就是真有路用啊。像早平想戆戆去答应，要去拿迄利息的钱，故讲嘛，会甲贷款还无清，真正是头壳空骨哩。哎，那是不是爱安哦？以后再去讲，至少你贷款过了千万，放在落地啊，也真好用啊。问题是钱伫面上落地啊，拢会掠条条，大细条指数拢看伊啊。连我想要去酒店轻松坐，拢会念半工啊。哎，查甫人辛苦啦，无囥钱的时阵，讲话就袂大声啦，莫讲我出去外口甲人交配。是啊，所以我有在想讲哦，你家己出来，趁一寡外劳啊。这啊，这行李这尔好赚，嘛少甲我牵绳者。好啊，你要投资偌多啊？我起码哪有钱投资啊？哎，最多嘛。你无钱，我想要哪甲你牵绳咧啦？进前恁丈人在生的时阵，伊毋是去做水果中盘生意，啊，即卖林秀接起来做啊。你哪会遮尔啊低落咧？恁丈人爸过身的时阵，你应该就趁这个机会哦，把个事业哦接落来管啊。你看着都毋是遮尔惊某的人，哪会拢伫害处？林秀就叫我专心专气，所有代志啊，拢无遐好插啊。啊，你的趣味毋是足好个？你就讲你要替伊分担嘛，你就趁这个机会哦，把这事业接过来，安尼唔只好看到你家己啊。阿姨，老早，我想来去果子园吼。哎，冰秀啊，啊，迄果子园应该要开始收成啊吼。是啊，今年往来哦，收成真好呢。啊，甜粉糕哦，生啊够水啦，应该哦，也蛮真好个绩效。安尼就好啦。等下，我有遐一挂草仔茶啦，你早起啉，这哦较退火啦。阿姨，多谢你呢。袂啦。对啦，啊，前一批巴仔吼，应该拢已经卖出去啊吼。是啊，迄绩效卖了真好啦。嗯。阿姨，你若想要看销，等我暗时啊回来，才摕互你看嘛。哎呦，唔是啦，你莫误会，我唔是要插销啦。我相信哦，你一定会做甲真好。啊，不过有一件代志吼，你也先注意一下啦。什么代志啊？恁爸爸在生的时阵吼，会去做水果的生意，就是希望会当替遐个农民吼，到处一寡力啊，啊替因甲果子卖较好个介绍啊。啊，若市场行情袂歹，咱就爱予人加赚一寡呢。我知啦，我袂讲爸的名声怕歹去，我收因个水果哦，介绍是比别人佫较悬嘞。安尼就好。这你提起，阿姨，我爸过身的时阵哦，大家拢闹到真无欢喜，我真正想袂到，你阁愿意甲水东斗相共，多谢你。不管过去哦，大家有啥物无爽快啦，你一句话就有够啊，你莫甲我客气啊，即马恁爸无伫个啊，我阁较爱好好照顾恁啊。阿哥哦，我嘛常在学讲，爱安怎做一个一家之主。虽然讲我无法度参像恁爸爸安尼啦，做一张会当变大家的大手。阿唔过别笑啊，我吼一定好好把这个家靠起来，别让大家散去。阿姨，多谢你啊。可以啦。啊，你穿啊这薄，会寒着无？袂啦。阿姨，我先来伊啊！好好好，哦，谢你个呢。哎，我你要出去？是啊，我陪你巡过几远啊？哦，我陪你去。你想怎？以前我爸招你去，啊，你嫌上路啊路歹行，死拢唔肯去。啊，今仔日你来，雄雄想要去啊？啊，以前所有代志，有爸在烦恼，我就唔要烦恼啊。也毋过你即马一个查某囡仔，爱烦恼所有代志，我当然替你担心嘛。随同讲安尼嘛对啦，冰秀啊，你着予伊陪你去啦。啊，伊若去吼，嘛会当替你斗分担一挂代志啊。好啦，啊，
拄仔好哦，今仔日你毋免走选吉他啦，啊，就陪我去顺顺看看。阿姨，无我先来哦。好好。啊，暗时爱倒来食饭啦。好啦。较细腻的嘿。妈，这是我甲爸去买的菜瓜。哇，吼，你甲看咧。这林校长咧种菜瓜哦，哦，愈种愈有班咯。菜瓜安尼种甲安尼零零零，真水呢吼。吼，这比外口咧卖的搁较好。哎，这菜瓜吼，恁爸平常时啊是用真侪心血伫咧照顾甲栽培。恁爸常伫咧讲吼，种菜瓜就敢若亲像伫咧对待人同款，平常时啊都爱较关心的。你若愈用心，啊菜瓜田就会愈熬酸；菜瓜田若熬酸，就会愈生愈多，啊菜瓜嘛才会水。妹妹，你是安怎样？你哪会听妈讲遐话？啊，你所看起敢若足感慨，是你甲恁爸去挽菜瓜时阵，恁爸搁哪里甲你讲过吼？是啦，爸大概甲我讲的话哦，拢予我有真深的体会。亲像拄只，爸在咧甲我甲建宏鼓励，爱有卖失志，爱勇敢去面对眼前的难关，安尼以后才有重新出发的机会。对啦对啦，恁爸讲了真对啦。我无亲像恁爸爸遐尼有学问。啊，我也袂晓讲一挂金言玉语来甲你鼓励，啊，我嘛无法度甲建宏斗相共啥物，我实在是足无路用的。妈，你对我甲建宏已经足照顾啊，你莫安尼自责，你安尼，我会感觉我家己足不好的呢。哎呦，袂啦，父母烦恼囝儿是细，是食甲老烦恼甲老。你即摆肯做妈妈，你应该会当体会我的心情吼。我会操烦你，你会烦恼滴滴共款安尼。总共一句吼，都囝若一出世，啊，就是注定啊烦恼甲老就对我啦。像即摆，我烦恼你甲建宏，我也都要烦恼文杰甲小贤，煞落搁加一个。阮家甲丽芳为着小贤的代志咧冤家，啊！我若想到这吼，我都唔知要安怎才好。哎呦，你孙自幼你孙福啊！即摆上重要的是，你爱甲家己的身体顾好。三个姊妹啊，内面吼，伫自细汉就是你上乖、上大心。上免让我甲恁爸爸烦恼。本来吼，我甲恁爸爸想讲，你会当嫁到一个好翁婿，啊，有一个美满的家庭，安尼我甲恁爸爸就放心啊，当然唔免搁再操烦啊。谁知建宏会安尼做生意做甲失败，所以母我也都爱去吃官司，甚至到尾也全去连累着你。若想到这，我的心肝头都敢像就沾了血同款。妈，你若是用个飞碟，我身躯边，我就啥物拢唔惊。你即嘛是做妈妈的人安尼，啊，我才够有奶奶哦，嗯。因为，不管我活多大，我永远、永远拢是你上乖、上大心的查某囝。那安尼你都，
你都永远唔通离开妈妈，好。调来就结婚，甲离婚啊，甲无伫个哦。结婚咧房间啦，啊离婚哦，早顿无食，就甲抱弟弟哦，倒去后头厝啦。哦，明啦明啦，我结婚这回吼，甲大弟母甲遐尼大条伫个啊，有影离婚是受真大委屈伫个啦。是讲安尼也好啦，我离婚啊吼，安尼倒去后头厝行行咧吼，将一寡心事郁出个代志咧讲出来吼，伊心情也较快活啦。哎，建华，来来起来吼，来来来来来来遐坐啦，嗯，老早，哎，老早老早，建华，人啊，上惊就是失志，你真真正来提出来，对不？啊是讲哦，这个检察官已经起诉啊啦。也毋过伫法院还未判决进前哦，咱也阁有机会啊。你哦心情哦，放下安尼较平静啊，啊毋则有法度来应付后壁的官司啊。爸，我已经想过了，这检察官要正式起诉啊。啊，我甲离婚是真有可能会让你来关啦。所以以后你甲妈哦。恁都要较坚强些，恁爱好好保重家己身体啊！憨囝，你哪安尼啦？你莫一头扎就讲了歹吉条话好无啦？啊！恁爸讲了无唔对啦吼！啊，即马就干那起诉你也无判刑啊啦！你绝对有希望的啦！妈对你有信心，啊！你莫惊，妈绝对会给你挺到底的啊！就算讲吼，今仔日若无钱哦，我会叫恁爸把这间厝也卖掉，我来请上好的律师来替你打这个官司，啊，一定爱打赢，一定爱打赢，袂让你让你抓你王冠，好不？妈妈，你听我讲，你一门袂安尼做嘞，这间厝是你后爸死人的瓦壳嘞，你安尼辛辛苦苦把车养到这呢大汉，我无好好以后，你就是对不起你的，这摆来因为我。连大个所在拢无啊！你安尼啦，妈。你敢知影你是妈的外壳呢？啊，妈，只是咱就干咱你一个孤囝。今仔日莫讲叫我卖厝啦，就算讲我为着你甲离婚哦，叫我迄个法院去甲我法官甲跪啊，甲伊拜啊，拜托妈，我甘愿啦，你知影无啦？好啊啦，好啊啦，莫哭啊，免烦恼啦。啊，若是建龙的债务甲这个官司吼，我会甲伊做伙打起来啦。你莫烦恼，你也莫搁哭，你拢搁继续安尼哭落去哦。你加好建龙加艰苦都有啦。我知影，我莫哭。建龙，大部分人伫这个社会甲人夹打，上重要就是爱有担当。爱有责任，千万都袂用你做迄个违背良心的代志。啊，迄个跋倒拢嘛硬硬下嘛，跋倒不要紧啊，都爱爬起来，继续拼，安尼知影无？啊，我知啦。若阁发一次机会，我绝对袂阁犯同款的错。爸，我想讲我出来行行者啊。无你安规工窝伫厝诶吼，也毋是一个办法啦。你安尼出去行行，心情缓解，较快活啦吼。家己安尼冷静落去想看卖咧，看刷落去后壁路要安怎行吼，家己落去想啊。嗯。好。啊，你较早转来咧，啊。明仔吼。莫白想啊，啊，较细腻啊。太艰苦，我哪有可能太艰苦？
你看咱囝，以前是予做有自信的，你看伊即摆我行路拢偷咧咧，要安怎？我真正就不要紧啦，啊，就当作天公伯啊吼，对建宏一摆考验啦。我相信你会坚持落去，绝对会度过这个难关啦。袂啦，阮皮家底家哦，祖传世代啦，五十年的老店呢，绝对袂让人过吃亏的啦，啊！好，阮店哦就靠你吃，欢迎你随时来吼，甲阮批评指教啦，啊！好啦好啦好啦，林刚哦，我再去餐厅吃饭啦，啊！好好好好，多谢啦多谢啦，好，来加料呢，建宏，啊，什么时来？拄只，看你伫无闲诶。呀，阿个对，啊，你刚安尼客户讲电话，啊，客户是啥问题啊？这个，这个。哎，林盖啊，有人咧店会乱呐。唉，那代志传出去哦，真歹听啦。有一挂老客哦，要甲店都要抽转去，我紧敲电话哦，甲伊按来啦。啊，即阵啊哦，店的生意确实有受到影响啦。我一挂小坑里啊，还阁算袂清楚咧。唉，啊，是咧，我伫遐做个代志哦，影响到店内生意啊。你家底下一块空房，即摆连老客户都拢邀袂转来，我真真对不起大家。咱皮家底下为摆摊到徛店，差不多有五十年啊。但本身是无问题啦，恢复人客信心嘛无问题。上大的问题是，是你。我知道这个这个代志啊，真歹收煞啦，也过连累着大家。哎，你的代志敢真正这么歹处理？你知影啦，我自少年到今嘛哦，拢是靠卖猪脚做生意的。啊，猪脚落偌济吼，就卖偌济啦，生意较单纯啦。啊，你开店卖药啊，啊。生意偌复杂，我是唔知啦。啊，不过你读书读较细书的呢，头脑应该真好才对啊。哪会不敢哦，欠人这么侪钱，搁食着官司，甚至哦，何丽文叫我掠去问。哎呀，我真正唔知啊嘞。我想都想无，你哪会不敢这么狼狈啊？无大呀，我甲你讲哦，我是无巧计巧啦。脚步一个打叉，一步错，步步错。大爷，咱兄弟仔出世伫平家，是共家无共房，共爸无共母，咱两个一出世就参像冤仇人共款，啥物都要比，啥物都要争，我倒是要争这一口气，啊，我争到即马。我才发现着讲，我真正是跟你袂比哩。哎，你即摆安尼讲，敢若就是讲，你今仔会行到这地步，拢是我害你。哇，大爷，我毋是迄个意思啦。我意思是讲，我害着家己，我嘛害着别人。我是怨叹家己啊，我毋是怨叹别人。我完全了解你的感受啦。过去哦，我嘛失败过。嘛，我也太为过我家己啊！之前我出去开加盟店啦，赚真侪钱，嘛甲你同款啦。
真嚣掰啊，甚至咧外口吼饲查某啊，啊，不过最后找差点仔煞煞去。我知影，我去互家粉骗去的时阵吼，我嘛真见笑，真怨叹，甚至吼真看袂起我家己。我相信你即马应该就是迄种感受啦。对，大海你讲得足对的呢。想袂到咱自细汉玩到大汉呢，都摊是玩手人同款。你竟然伫我一口气啊，你伫巴肚内无法度透的时阵，你把我心内话讲出来。就是哦，我比较早哦犯同款的错误啦。迄个错误就是哦。跟他讲啊，但讲迄种得意忘形啊，这是哦，你较歹运啦。我较早犯迄个错误，啊，你犯的错误比我较大啦，甚至到即马啊，无法度收煞。是啊，这件付出的代价哦，真的足大的。兄弟啊，啊，你正常若碰到困难，按需要打击的时阵啊，你是啷个度过啊？其实迄个时阵哦，我嘛唔知我应该安怎做才对啊。啊，不过有一点啊，迄就是吼，厝内人哦，拢真支持我，因无因为我做唔到代志哦，就放弃我，才让我有迄个机会甲勇气哦，重新开始。我可能无迄个机会啊。这个代志若无处理好势啊，我甲丽云真有可能拢爱去坐监。我看我是无机会。准做你去坐监啦，出来了后，马上重新开始啊！代志还袂定着，你着失去信心，安尼是要安怎解决问题啊？我足惊的，我足惊失去离婚的，我足惊失去我的家庭，我足惊我一世人都安尼乌有去啊！较勇敢。规家伙拢支持你，你是咧惊啥？大爷，我少年时阵哦，伫街仔路啦，干掠刀小台，阮妈妈为着我啦，替我挡一刀啦。迄个时阵哦，我嘛真惊讲哦，会失去阮妈妈。我甲家婚的代志啊，要到最后，未婚佫甲离婚啦，我嘛真惊会失去我的家庭。阿哥吼，愈惊吼，愈无法度解决代志啊！莫惊，大家拢听你啦。你咧惊啥？大爷，多谢你。大爷，你知无？过去啊，其实我一直拢真怨叹你，甚至是怨恨你啊。前几工我公司出代志，你讲要把公司的加盟店登记予大嫂。我是真讨厌你，啊！不过你讲你安尼做，是你替咱平家的人留一条后路。你讲我若是甲平家败了了，你会照顾阮妈，还佫照顾弟弟？迄时阵我真够足见笑的，我真正是彻底失败的人。成功甲失败，对你我来讲，已经无甚物意义啦。我。嘛无想要搁甲你比落去啊！若搁比落去吼，咱两个才真正是彻底失败者。过去哦，咱冤家所讲的话，拢甲放袂记。对啊，对啊，我问你，我甲丽云若真是无弟弟，你真正会替我照顾阮妈，还搁弟弟？我讲的话，我一定做得到。你甲丽云，好好去面对恁公司的问题啦。总共一句啦，我希望恁阿婆会当平安无代志啊。其他的吼，我嘛唔知道应该甲你讲啥。对，我今日听你讲这就够。多谢你，多谢。
妈妈跟爸爸，我跟你分开一段时间。以后不管是什么人照顾你，你都要乖乖听话哦，知影无？丽文啊，阿弟跳脚舞了没？我来泡脚。你是安怎样？无啦。你搁在烦恼公司的代志哦？啊，都拄着啊！你也较坚强的啦。啊，若无囡仔还佫细汉，你敢若哭，敢就会当解决代志哦？啊！目屎擦擦嘞吼。来，弟弟发抱。哎嘞，弟弟，阿妈抱嘞，哎呦，乖孙嘞，阿姨换尿纸阿未？阿未，阿未啊，你去摕尿纸啊，我甲换哈。来，哎呦，弟弟乖。哦，换尿纸啊，吼，好不好？乖乖，啊乖乖哈。嗯，这时间吼，你过真紧，目一个年吼，安尼三四十年都过去啊。我会记你较早咧换尿纸啊吼。我是在做妈妈，啊，他即马给囡仔换尿纸啊，我做阿妈呢。迄人咧讲吼，有影无唔对，讲会老才会做总。我会记起迄当阵的尿纸啊吼，哪有像即马才进步，用这用一摆就断掉啊，迄拢嘛用布做的。唉，厝内恁家家弟啊，甲恁家姊妹啊，下摆若是用刷的时阵吼。我拢都爱甲洗洗，洗好清气，乖乖乖乖乖，啊，甲晒乌干，啊，后摆才通好过用。厝内有四个囡仔伫个，十摆若疲劳到底吼，迄德哥拢安尼，一二十块尿珠啊吼，敢若未输国庆日咧挂国旗咧。伫迄当阵乖乖乖，伫迄当阵吼，阮爸伫咧做老师，我拢嘛想讲，厝个吼啊，生活都安尼俭俭啊过。对，当甲恁家囡仔饲大汉啊，来乖乖，好来抱抱嘞，哎呦，抱抱嘞，哎呦乖。啊，不过这人生的路途吼，都唔是讲咱想要安怎就安怎。我会记，迄当阵恁爸爸咧做主任，啊有一摆带学生囡仔出去郊游，啊伫迄摆佚佗的时阵哦，有一个学生怎受伤嘞？人对方怎讲要告恁爸爸？迄当阵我甲恁爸吼，是安尼烦恼甲要死哦。你想讲，那因为安尼去予人告一个，怎啊无头路？还是讲，怎啊安尼去予人抓去关？啊，你看我一个查某人，是要哪带恁这四个囡仔？我哪不知影有这件代志？你即马恁也是问弟弟，看伊敢知影你在烦恼啥？迄当阵，我甲恁爸爸呢，总出总入，一直咧想办法，足无简单，才甲代志解决。丽芬啊，嘛是想要甲你讲，我甲恁爸爸会当甲恁家个囡仔带大汉，你甲建宏这摆嘛一定会平安无代志，吼。好，哎，来来。哎呦，弟弟安尼，安尼有较轻松无？啊，换好啊，缘投嘞，弟弟哦，你妈，啊，我甲建宏最近较无闲，所以我想讲，弟弟是不是应该暂时等下咱只大？好啊，当然好啊。哎，啊，不过建宏因妈妈敢会同意？建宏去跟伊妈讲。啊，好啦，伊若好，咱当然是好。丽芬啊，莫哭啦，恁翁仔某赶紧去处理公司的代志，较要紧啦吼。莫想伤济吼。哎，弟弟陪阿妈，好无？当然嘛是好。哎呦，看一个人那古锥个呢，哎呦，咬嘞。Thank you.
这爷爷。来，我给，哎呦，刷钱刷钱，好好好，善良坑坑，哎，好，啊我来，哥来捧，哎妈，我来啦，妹啦，你坐啦，我来都，我来都哈，你当遐坐就好啊啦，今仔这顿吼，专工为你传的呢，你要陪爸开讲，等你食饭就好啊，哈。爸，我泡茶你啉好吧？啊免免，啊就别吃饭啊，来来来，你遐坐你遐坐，哈，哈。来来来，进来啊！哎，小，哦，这里哦。哎，去去去去去去去。哎呦！来来，可以。好久啊。嗯。哎，你我甲文雅袂等，我还来先吃了啊。免等你啦，先吃先吃，嘿，太香太香。我无摕着啦。哎，我先摕我来。系啊。哇，食菜头汤咧。对喏，食菜头安尼才会好菜头。好事来，歹事去，啊！咱厝内大人囡仔拢平安无代志吼。对啦，对啦。最近哦，咱厝内安尼哦，才做代志，啊，食一寡这菜头啊，呐，好菜头一个。嗯。啊，等下还搁个菜粿糜哦，安尼菜粿糜是安清清甜甜吼，食了大家吼会当安尼清凉鼻吐亏。哎。哇，你怎么搁会倒鼓呢哦？嗯。天哦，你唔敢恁爸话扑街的你个。那是讲以前吼做校长吼足无闲的，啊若无吼，要叫恁爸吼编迄个歌戏的卡本编归出来吼，恁爸是有法度呢，伊嘛安尼嘿，伊是唔娘。都干安尼哦。对啊。再来啊！我再来，再来。别谢别谢，爸爸谢嘞。哦对面吼，今天足无闲足无闲，所以我可今晚真得个谢谢。哎好，丽丽话，今晚伫厝的，唔是伫店的，你讲的慢慢啊讲吼吼。哦，哎，我今哪里有？炸鸡，讲较紧嘞，炸鸡等下我你食。好，好啦，我先给他放盘。坐啦，坐啦，来。哎呦，丽华，嗯，你大姐呢？嗯嗯，迄查某囝吼都听我嫁啊，我才皮啦，吼，你都唔惊人会笑你讲吼，食老家囡仔性嘞，你都呵。哎呦，阮三个姊妹啊，哦，佫较安怎老，迄嘛是你的查某囝，对无对无对无，吼。对。嘿，那对啦对啦，嗯，恁家拢只红姨啊尔嘞，对不对？好来。哎呦！哎，啊，不过嘞，甲查某朋友出去佚佗还袂转来，啊好嘛，安尼好。烧鸡的鸡头吼，向伊迄边，啊，咱兜吼都甲开除，莫互伊转来。嗯嗯。哎，大姐，莫开玩笑好不？你若要甲爸妈的宝贝后生开除，或许先互赶出去。哦。安尼，迄鸡头应该向我才对啊。我这查某囝，才应该互后头孙开除才对。丽云啊，你来安尼讲啊，爸都讲过啊，这后头厝吼，永远就是恁的厝，嘛永远是查某囝这靠山。人是咧讲哦，公私行好的这种哦，头家，唔知讲会用家这新路哦，甲新头路，哦，也食公家的头路人哦，嘛还会退休啊。啊，阮这做士大人啊是相信这个呢，啊嘛袂用个退休的呢。嗯。那我讲咧，随便甲这安尼哦，后生查某囝安尼甲石头路甲开除咧，无迄落理由嘛。嗯。丢咩？哎呦，也唔哪安尼尔哦。准做讲后摆吼，我甲恁爸若百岁年老了吼，阮才去你个红家桌顶啊，同款都爱保庇恁只囝儿时势哦，都爱保庇恁哦，身体健康啊，平安顺利吼，啊都保庇恁大趁钱。哎呦。做爸母讲也好做了啦，唉。啊，好啦，那就查某囝哦，大家等下吃饭啊，慢慢来啦，伊个嘴安细细念哦。好，慢慢慢。吃饭啦。不，我这样换一种讲法，我就讲哦，做爸母拢是欢喜做，甘愿受，安尼会用啊无？林校长。好，安尼好。歹势歹势，我较慢转来。哈，有人事业做比我搁较大哦。嘿，林文姐。好个仔哦，你搁怎样赶转来？我今日讨论讲哦，把这烧鸡鸡头向你你的位去，嘿嘿，有看到无？你点样去用开除啊？哎，这烧鸡鸡头那是要向外位，这是 OK 啦。不过那是要向外位，这是不行的哦。嗯，妈，你听着，伊哦不要发脾气，好啊好啊。你卖过多少年单啦吼？吃饭啦，吃饭吃饭。嗯，哎，刘姐。去菜粿糜啊！哎，你欺负小朋友？嗯嗯，算你上细汉的。好啦，二姐，我来看。哎，哪里好？
我就是超工要欺负伊的啊！现在计要我转来啊，讲话甲皮掉。恁妈妈搭嘴鼓，我来去菜粿呗。恁卖搭嘴鼓啊？哪只吼想食菜吼？哎，啊，食饱要讲，才过去讲吼。菜粿店哦，就是甲人同款。人生的路哦，是条路路的。有当时啊，若咧碰到困难的时阵哦，凡事讲会去伤害到家己，对。那像迄个时阵啊，你要怕什么人？这时阵哦，人就要甲菜粿店同款，继续甲活出去。从个后一个发芽的所在，伊就会开花结籽啦。菜粿哦，都是甜啊，是酸啊，高度菜粿就酸啊，高度，安怎？丽芬啊，丽芬，啊，你那底就袂怎啊？徛多少下啦？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我较好啊。好，我到旁。我来，我来。谢你啦，谢你哦。有你哦，这样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陈姐。文哥，多谢你哦。不会啦。二姐，多谢你。啊，英姐，来来来，有请。